亚洲最有爱，基隆我爱你。画面上是基隆市将展开一系列浪漫的婚恋活动记者会，包括单身联谊、求婚大作战和联合婚礼。其中两个梯次的单身联谊活动率先开跑，活动对象以25岁以上涉及基隆市的单身市民优先。市政府欢迎未婚男女踊跃上网报名参加。如同小爱爸爸所说的，亚洲最有爱的城市，处处充满爱，有了爱之后就要怎样？先结婚啊，先结婚，对对对，所以啊，我又跳过了。有了爱之后，先求婚，对，求婚、结婚才生小孩。生完小孩之后，基隆市政府会给大家很好的环境，然后在基隆市来生活哈。所以今年除了单身联谊两场以外，每一场呢是各30位的男生女生，所以两场120位，这以往报名都很踊跃。那行程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会不免俗的哈，到基隆一个很有名的地标庆安宫，带大家一起去这个导览，然后求红线、求好姻缘这样子。然后呢，接下来我们会设计一些很有趣的有关于电影的问题，把男女的关系串联在一起。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把基隆的好山好水好美景介绍给大家。所以第二场的活动呢，我们是一个一日游的活动，我们会从八斗子车站出发，然后呢带大家走铁道的自行车，然后呢看到基隆的好山好水，在这个海天一色的美景之下呢，把男女的关系呢希望能够很浪漫的升温串联在一起。那基隆是最适合的，不管是我们的太阳出来的时候一起漫游我们的铁道文化的风景，还是看海景以外，还是下着毛毛雨我们一起喝咖啡的场地，都很适合来约会。而且来这边拍婚纱照的时候，我们的海景是非常漂亮的。所以呢，我们的小爱爸爸也希望说，我们今天的单身联谊真的可以发挥到一个媒人媒介平台的一个角色。刚刚提到的，我们有单身联谊的一个活动，我们也有联合结婚的活动。那么中间呢，我们就希望可以募集到这些新任好朋友，可以来到我们顶楼的空中花园去做一个这个募集他们求婚影片的一个活动。所以我们在这个募集呢，总共会有66组，我们就给他们每一位500、520的一个奖金。除此之外呢，我们将这些的求婚的影片，我们会上传让民众去做一个网络的票选。那前三名呢，分别我们第三名会给他9990元的奖金，那第二名呢是52000元，那第一名呢是99990元。所以我们这样一个求婚募集的一个活动，我们总奖金有将近20万的一个奖金。各位好朋友不仅仅知道说我们这个基隆的海港有这样一个与金沙共有的一个 AR 活动，那因为我们好评不断，所以呢我们将在今年的5月20号，我们加码我们粉红金沙共有的一个活动，那为期限量的时间是1个月的时间，从520到620，我们用我们的手机 VR 就可以体验到我们的粉红金沙跟粉红泡泡。市政府携手民间企业与伴手礼店家，共同举办一系列的婚恋活动，要将基隆打造为适合谈恋爱、拍婚纱、成为最有爱的城市。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